阿 May 啱啱就比賽完啦，咁個心情係點樣啊？都好緊張啊嚇，咁但係我好開心咯。C2 咧能夠提供依一個咁嘅平台俾我哋嘅初級嘅司儀有咁樣嘅演出嘅機會，呢個係非常好嘅。咁滿唔滿意今日自己嘅表現咧？一般啦，因為我太緊張啦，同埋咧我嘅隱形眼鏡咧就戴唔到啊，所以咧眼朦朦啊，睇唔到。系咯，比较紧张咯吓，但我觉得你嘅表现都非常之好噶啦，咁多谢你先。好，多谢。